怎么了，主人？你听，这里出奇的静，连一只鸟的影子也看不到，只怕是被那些人发现了。还有小五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死士最后说了什么？他说大部队还在后面。恐怕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天武境，当务之急是先出去。去天武境中心，那里零售店。什么人竟敢在武宗大比闹事，你们这是跟武宗为敌。不想死的就闭上嘴，乖乖站在原地别动。红英，青羽小弟，好久不见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放轻松，我们只是想把夜行军找出来，只要你们乖乖的听话，天球是不会杀你们的。过来吧。哪个是你的同伙？呀，抓住你们了。等庞长老抓住你夜行军少主，不信你们不听我。能在天球的包围中悄无声息地离开，母玉，快救救小师妹。看来有人启动机关要帮夜行军的人逃出去，所有人下去找找君云雪，其他人统统杀了。师叔，我会用银针刺穴暂缓你的伤势，不影响你走路，但不能过度消耗这条腿，知道吗？老虎，你给师弟们看看，他们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。君九，把火灭了。师侄，你以为开启绝密机关就可以帮他们逃走？既然你跟我作对，那我只能把他们统统杀了，到时候看你如何解决武宗的怒火。三长老，他就是君云雪。很好，把人带给红英小姐，
剩下的人留下。是。小鸡仔，林乔，带着人走，离开这儿，越快越好。顾宗，咱俩留下。我们找到了出口，可是这玉簪这么细，失手打了岂不可惜？哦，小九儿质疑我的东西，这玉簪结不结实，你以后会知道的。退后，都给我站远点儿。